康恩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格斗选手，中国职业搏击里程碑式的人物，中国首位获得 WBC 职业金腰带的职业搏击传奇拳王。康恩出生在福建省罗源县，从1999年至今的职业搏击选手生涯让他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的路。康恩从最初渐渐走向问题少年开始，到现在成为了中国职业搏击最具代表性的职业拳王。这其中的经历存在太多的艰辛，看似不平凡的一切，但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毅力并不断坚持，才有了如今的成就。那一年被称为旋风的康恩只有26岁，正是虎狼之年，也可以称为当打之年。彼时的康恩脸上少了几分成熟，多了几分勇敢与果断。那是他完成使命的日子，那是他扬名国际的日子。他是第一位以职业方式进军 K1 赛场的中国人，第一位获得美国职业拳手牌照的中国人，第一位以纯泰拳规则打败泰国两大著名拳馆冠军的中国人。他是目前国际上身价最高、最具知名度的中国选手，曾在美国参加的5场高规格赛事中保持全胜，并4次 KO 对手的成绩，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选手的风采，为中国功夫赢得尊严。康恩从最初渐渐走向问题少年开始，到现在成为了影响中国职业搏击产业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拳王。这其中的经历固然存在太多的艰辛，看似不平凡的这一切都归于出生在他人生中每一个人以及这个社会帮着他一起找到了他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付出了超乎常人的毅然并不断坚持。